你俩现在是朋友了，你昨天不还说他跟踪你吗？哦，你，我知道，我们才认识没有多久，我也没什么朋友。真的假的？天造之来吧。你觉得吴峰他怎么样？没关系，我爸他就是个老古董。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。你还在演戏啊？ 洛杉矶，美国那个洛杉矶吗？我朋友，妹子。